别说了，我不会跟阿豹离婚的。你个死老精！个废物还有点回忆嘞。如果让岳母知道我现在是帝豪集团的老板，有100亿现金，他会是什么表现？但是暴露了身份，增加内部有人对我不利怎么办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先低调一些比较好。妈，对不起，今天给玲添麻烦了。哼，你这岂止是麻烦，简直要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命，你就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妈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阿豹是你女婿。放屁！我没有这样的允许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李阿姨怎么样啊？我这里还有10几万的私房钱，你明天带过去给她用吧。不用了，有人已经给李阿姨交了钱。李阿姨有救了？对，李阿姨一生行善积德，帮助过那么多人，现在终于有人回报她了。那就好，你也能松口气了。是的。我得睡了，最近公司事情特别多。好嘞。公司出什么事了吗？业务不太好，奶奶一直想跟帝豪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合作，但增加实力太弱，人家看不上。增加跟帝豪集团没有合作？勉强的搭上一点边。帝豪集团哪能看得上增加呀？就连找到未婚夫姚峰家里，也只能勉强的跟帝豪集团搭上一点边。奶奶就指望着他俩结婚以后，杨家能帮曾家跟帝豪集团搭上线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。怎么会呢？全同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废物，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？别想太多了，早点睡吧。明天是你第一天上任总监的日子，第一天上班就想迟到。没事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哟，唐姐夫。哟，史猪猪啊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跟杨峰过来去拜会帝豪集团副董事长王一。杨峰跟帝豪集团有很多合作，将来不仅能帮到他们杨家，还能帮到我们曾家。杨公子真是气质不凡，实力不俗，你们真是难缠女貌。姐夫，这是跑到帝豪集团来做什么？我来找工作。像你这样的废物也配来帝豪集团找工作？我找工作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员工说错了吗？要学历，你这个废物有文凭吗？要能力，你这个废物有成绩吗？就你这样的废物来帝豪集团连保安都不要。有点自知之明的话，还不如去街上捡垃圾，起码一个月还能赚个2-3千呢。哥，别说我不照顾你，把这个空瓶子捡起来拿去卖钱吧。虽然你很垃圾，不过既然都是亲戚，那我多少都得照顾点你的。正巧我和帝豪集团董事长有些关系，
郭荣，我帮你说上几句好话，让他给你安排个小厕所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找什么样的工作不需要你操心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帝豪集团是大企业，他们不会跟你这种素质低下的垃圾合作。你说谁是垃圾？你就是垃圾。你他妈给我站住！今天就暂且放你一马，下次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然后你以为自己很牛吗？相信我，很快你就会知道狂妄的代价。哎，你他妈的！杨峰，别跟这种垃圾一般，免得被他身上的臭气给熏到。放你一马，下次有你好看。啊！这个张公子这么年轻，而且还风度翩翩的。少爷，请您屈尊到我的办公室。哎，娘，今晚王副总有事情见我们吗？对不起，我们王副总说了，我们帝豪集团不会跟你们这种素质低下的人合作，从现在起取消跟你们公司的一切合作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要终止和你们的一切合作。有没有搞错？我要见王副总，我当面跟他问清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王副总不见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准再踏入我们帝豪集团半步。你故意玩我是不是？我和帝豪集团是长期合作的伙伴，怎么可能说终止就终止？把他们轰出去。来人，队长，把他们轰出去。好，你们先看我轰出去。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，敢在帝豪集团的地盘闹事，小心我弄死你。是啊，你个破保安，敢跟我大呼小叫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在帝豪集团面前你算什么东西？喂，王八羔子，你在外面给老子讲什么话？现在帝豪集团要跟我们解除一切合作，到底在外面得罪谁了？啊，我谁也没得罪啊，我只是过来拜个王副总，可是我连面都没见到啊。帝豪集团的人说，他们之所以跟王家解除合作，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个没有素质的垃圾，现在家族因为你损失惨重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，亲自向你爷爷解释。老子是谁？副总，难道是因为那个废物姐夫，他会不会跟帝豪集团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怎么可能和帝豪集团有什么关系？他来帝豪集团扫厕所都不够资格。也对，啊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家一趟。猪猪和杨峰是怎么回事？帝豪怎么和杨家取消了合作了？本来还打算通过杨家和帝豪搭上关系，看来是指望不上了，得为猪猪重新谋一个婚事。大少爷，不是我多嘴，俗话说瘦死骆驼比马大。虽然帝豪集团跟杨家取消了合作，但杨家怎么说也是大家族，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的地方，还请大少爷慎重考虑一下。也罢，